先说，你先说，你主动的，你主动的，就其实很自然呐、啊嗯。其实我们在拍这个之前就亲过了，真的，私底下就亲过了，所以就还好。就我自己就反正觉得就一切顺其自然，然后。第一次亲的时候，我觉得，就是我们以前算有亲过，但那一次只有很短暂，就是碰到而已。然后这一次我们接吻到的时候，其实荀安是比较主动的，他有多了一个感觉给我，然后我就觉得哇，这是真的有点触电，有点就是原来是这样子。然后后来导演有提醒我说，我可以在嘴唇再多叫出来一点，然后所以。后面几个 take 的时候，我也就放出去了。就是原本我想说，我可能是比较被动的，然后后来我就发觉，哎，其实我在接受到他的讯号之后，我也可以换我主动出击的感觉。那我觉得其实还蛮好的，我自己觉得还蛮好的。还蛮有爱的，蛮有爱的。Dentro da Evoque Prata, tocando escobaia, as beats jogando na cara.